你个子有多高啊？我1.76米。你那帽子能摘一下吗？哦，我能戴上了吗？可以。不过一般室内不让戴帽子吧？你做什么工作的？我，我是交通警察。就是那种咚咚咚，骑摩托车的那种。对。你是干什么的？介绍人没告诉你吗？我是大夫。大夫好啊，这救护车一开来，氧气罩一戴，一刀切开，然后剁碎。你太逗了。你太逗了。喂，怎么回事？都等你半个小时了，你到底去不去啊？哎呦，我都到了，正跟人聊着呢。你跟谁聊着呢？王健啊。谁是王健呀？要让你看见，问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，把我的遗憾变成感谢。心要让你听见，你来这儿是等人吗？我相亲，我早到了一小时，这人家还没到呢。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。对不起啊，我坐错桌子了。上来吧。很好，谢谢您。那个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不送您了。哦，这样。行，那感谢您。好，再见，谢谢。那写信。挺能聊的啊。你相亲相的怎么样？没怎么样。哦，那好，节哀。今天可是我生平第一次相亲。哦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相亲这个事儿啊，就是你相的多了，失败多了，自然就习惯了。那你怎么样？哎呀，还不知道呢，慢慢看呗。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啊？我？你嘛，挺好。我觉得你也挺好的。没想到我今天生平第一次相亲就成功了，我太佩服自己了。得，我终于见到一个比我脸皮还厚的了。